这酒是越喝越妙，这钱是越耗越少。我有葫芦的便是，只因肉铺买卖不好，终日焦虑是四处借贷。幸得今日得了这15贯铜钱，也好开张度日。我走，我走。是秦老伯，有耳事，你有祸罪呀？这不高兴吗？就多喝了几杯。秦老伯，你来看。这许多的铜钱是哪里来的？我是路上捡来的呀。你又取笑了，这到底是哪里来的？实不相瞒，这钱呐，是高桥姨娘借给我做本钱的。好好，有了本钱，就该将买卖开张，使用就不用愁了。是是是，我看你醉的这般模样，送你回家去吧。不用了，秦老伯，明日你还要一同陪我去买猪呢。回家去吧。你看到了，秦老伯，咱们明日再见啊。告辞。明日再见。告辞。女儿，开门呐！女儿，开门呐！爹爹回来了，爹爹在哪里？爹爹在哪里？爹爹！我在这儿呢。这钱嘛，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住你了。今儿早上出门，我碰见了张媒婆，她说王员外的小姐要出嫁，缺少个陪嫁的丫头，那给了我这15贯铜钱，我就把你卖给她了。哪个还骗你不成吗？明儿个一早，就把你送出去。爹爹，thank you.
楼啊鼠是常在江湖走，吃喝嫖赌我有一手，无论你是龙宫商三教九流，只要见他兜里有，我能骗则骗。得偷和就偷，虽然名气有点臭，可是我衙门里头有朋友，赌场的弟兄搭得够，街坊四邻们看见我都得伸出手指头，谁敢跟我斗。手机不好又出个干干净净，虽说带了这副灌了铅的骰子，嘿，可赌场里头都是行家，又没法下手。哎呀，我这会儿啊脑袋里是晕晕乎乎，肚子里是叽里咕噜，嘿嘿，总要寻个贼人不算帮帮忙嘛，哈哇！油葫芦家，都到这会儿了，为何大门未关，灯火未熄？哦，一定是又在那儿杀猪呢。哎，带我进去赊他几斤肉饱吃一顿再说。哎呀，尤二叔，哎，大姐，哎呦，大姐不在，尤二叔，尤他在这儿睡着了。哦，一定是酒喝多了，所以忘了关门，也忘了熄。斧，嘿嘿，我先顺出去压他几文也是好的。他的身底下哪儿来那么些个铜钱呐？真是料想不到啊，财星高照眉开眼笑，呵呵，心惊肉跳。哎，刚才还愁没有读本呢，如今是有了读本心，不交去到赌场压骨牌猜大宝，上等的酒馆吃个饱，再到妓院走一遭。
属，欠我肉债不还，还敢来偷我。手狠，我要不杀你，明儿个传扬出去，我娄二叔不就输到底儿了吗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半道葫芦泼倒油，拿起钱来，我赶快溜。还我何事？请问君子，我欲去望高桥觅食路径，不知当走哪条道路？原来如此，本人去往常州，正要路过高桥。既然大姐不识路径，你我同行便了。多谢君子。你怎么来到此地？你继父被人杀死了。弟弟，哈哈，你杀父取财，心太狠，勾结奸夫，强了私奔，如今双双被了亲吻，任你们抢。
是那李世奇、你不能走啊，你不能走 啊。对了，你要是走了，难道让我娄袜鼠替你偿命吗？哎，你身上哪来这么些钱呢？你拿过来吧你。一五一十十五，一贯也不多，半贯也不少啊，整整十五贯。哈哈，你心太狠，胆大万分，竟敢谋财害人，命杀死这样的老实人。这钱乃是我家之人，即我卖货之用，怎试试偷盗而来？列位乡亲呐、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，你们不要冤枉好人。嘿，人赃俱在，还敢抵赖吗？哟，二位大哥，凶手就是他们俩。来俩替死鬼，不成，我得瞧瞧，我也得瞧瞧去。水成冰，最难熬的是冬至夜，咱们俩的棒儿敲不停。伙计，怎么着？伙计，今儿晚上是苏州府矿太爷奉旨处决囚犯，这个各处的巷口栅栏要小心看守，千万不可大意。哎，说的是啊。那咱们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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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走着。
条条在得命。长起面来，官人要忠诚勤劳守本分，怎用于无法无天？厚道狠心呐，破盘贪财害民，刀下死，不孝。小人愿比山高，小女子愿比海深呐、啊。多口，若愿望怎能有人真无尘？若愿望。叫小人喊冤而死母，你若屈战两民，换算得什么清官？换算得什么爱民呢？像此案，经过多少文官，三审六问，依然的。你二人口口声声先叫冤枉，有何申辩？小人被判与这女子通奸谋杀，罪证不实，怎见得？小人乃是可上讨府主的伙计，终年往来各地，贩卖土产货物，我家之淮安，他家之无锡，二人素不相识，哪里有什么奸情呢？那十五贯铜钱乃是我家之人命我去往常州囤购木梳彼此的货款，哪里是偷盗而来？哎呀，爷爷呀，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，只因那晚去往高桥偷亲，乃因路径不熟，故请客官
贯银带，不想被人猜疑，误为奸盗，含冤而死，无故连累于他，叫我于心何忍？望秋爷爷查明他的真实来历，我二人的冤亲自然就明白的了。熊又来。有，你之人讨伏诛仙在哪里？小人动身之时，他就只在玄庙观前月来阔殿，待等小人办火归来，同往福建交火。大人不信，无情派人前去查问。来，有。去到玄庙观前月来客店查问，可有此人？遵命。一个家之无心，倘二人是怎样相识的？一个去往常州，一个去往高桥，同路自可同行。小人前去查看，确有此事。据店主人言讲，那熊游兰却是陶福珠的伙计，那十五贯钱却是陶福珠命他去往常州办火之款。如今陶福珠已往福建经商去了，这是月来客店寻欢伯，请太爷查。
看。熊又来又，你是今时来到苏州的？四月初八，岂是东胜渠王常州呢？四月十五。如此看来，这熊又来是冤枉的了。哎呀，爷爷呀！既然查明小人冤枉，就该与小人昭雪了吧。哎呀，爷爷呀！这位客官既是冤枉，小女子哪有什么与人通奸、杀父盗财之事？望求爷爷与我二人昭雪了吧。你与熊幽兰是否通奸谋杀，尚待追查。只是你父被杀，却为何你又偏偏出门呢？只因那晚继父回家，带来是五贯铜钱，他说是卖我的身价，是我不愿为奴，故而深夜逃出门来。若是我杀了继父，偷了钱财，又有什么真凭实据呢？是啊，若是他不曾杀人，就该有真正凶手。若是他却曾杀人，也该有真凭实据。这证据不足，怎能轻率问臣死罪呢？这人命关天哪！怎能够枉风破冰？斩不得，斩不得。监斩官风铃行，无权犯案定案情，苏州镇民怎管得查个州？不可。
算为堂二人带了下去，来有准备素衣银心掌起明灯，随我面见督堂。遵命。是邝太爷奉命监斩，多有辛苦。朕为监斩之事面见督堂，相反通报。督爷早已安眠，怎好通报？明日再见吧。事在紧急，迟延不得。萧官的前程要紧呐。耽误大事，你可担待得起？太爷与别位官员不同，代萧官与你通报就是。扎扎扎！啊，太爷，是我进内通报。督爷是十分的捉挠，是我提起太爷方得免责。如今传出话来，请太爷回去，明日早堂相见。哎呀，命在呼吸，怎能等待早堂？再烦通报，我的性命要再烦通报，不敢通报，不敢通报。我结果下面听证。好，东爷爷
人乱欺唐公，若有状纸，先打此事，听候传闻。若无状纸，加倍重责，赶吃冤门们。啊！何人欺公？乃是本府。原来是况太爷，怎奈无有状纸。太爷非比旁人，待小官进内通报。家都爷有令，命太爷客厅相见。哦，有劳。
参见大人。贵府少礼，请坐。谢坐。奉旨绝囚，依然接种贵府，理应法场监斩，斩首回报。为何营业之间前来击鼓？卑职奉命监斩，只因那两名囚犯口口声声显教冤枉，经卑职查问，内中真凭实据不多，可以支持不少，特地恳请老大人准予暂缓行刑，细查真相。三审六问，经过多少文官，天暗日山，贵府不必过问了。虽然天暗日山，只恐无锡县出身，常州府附身，难免有草率之处。无锡县与常州府既是朝廷命官，国家良臣，审理此案是绝无差错。况且本院朝臣已过，若有冤枉早已昭雪，贵府不必多事了。此案即经老大人朝审，那凶有难，乃是可上讨府中的伙计，大人可知这十五贯到底来自何处，可曾闻名？一个家住淮安，一个家住无锡，他二人是怎样相识的？既是通奸，又有何凭证？食材卑职差人去往越来客店查问。本院巡抚江南，所下州县甚多，朝廷大事尚且无暇一一料理，这样小小的案件，难道还要本院相查不成？本院审理此案，有常州府案卷未平，其实扑风捉影的么？话虽如此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。凭无需正凭，正无需是正，还是慎重的好。本院有一事不明，请贵府指教。不知何事下问？监斩官职责如何？严明正身，斩其回吧。不在其位呢？不谋其政，却有问来。
本院既委托贵府监斩，就该谨守职责，为何擅离职守，越从大烟袍？啊，大人，绿殿之上曾载有一款凡此求临行县冤者，需要复看呈奏。只要老大人作诗，堂儿人的声音。不问吉祥，本院焉能作之？啊，大人，若怕但甘心不放，推在卑职的身上，若有差错，卑职情愿一人多无当。此事干系重大，你焉能担待得起？天时不早，速速地回去吧。桥楼上不打死金金，不由心中焦急万分，望求大人施策，因莫将深冤害的心。何妨送上安一兵，不问吉祥当奉行。草菅人命心不忍，还望大人慎重而行。我周某官职小，无权在本，又何必节外生那只一惹纠纷。明辨是非，救人民，为国安民，讲什么便是非，救人性命；讲什么为黎民那不怀一心。若叫我在安城，完难应。大人。虽然官卑职小，蒙神恩亲赐玺书，当行者便可珍重而行，了书不发，尚可拿问几冤情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哇，老大人高抬贵手。你疾风细湿，可以便宜行事，何必到此饶舌？须知本院一身谨慎，从来不为常规。啊，大人，请息怒。卑职是为民请命儿，绝难从命。卑职愿将此金印记在老大人台前，望宽限数月，容卑职查明回报，无情准允。
好个爱民的知府，却也难得。此因还请收回，本院准你前往。哦，多谢大人，还请临见一知。要他何用？常州系非卑职所管，有了大人临见，方可请示。中军有，去临见过来。是。告辞。且慢，贵府此去只限半月为期，倘若半月之内不能查得水落石出，本院定要奏命圣上听候提参。地方终日奔忙，命案未了惊动街坊，乡邻们快来。呼唤我等为了何事？只因油葫芦被杀一案，苏州府邝太爷要前来查看，少时就到，叫乡邻们等候问话。向邝太爷乃是苏州知府，怎么管起我们常州府无锡县的案情呢？是啊，你们哪里晓得，这邝太爷是请了都爷大人临见来的。这倒奇怪了，真凶实犯均于拿货，三审六问依然定案，怎么还要查看呢？是啊，怎么你们还不晓得么？这邝太爷是个清官，人人道他是包公在世，他今次来想必此案还有不清不白之处呢。这倒难猜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我知道熊友兰与苏旭娟已然做了刀下的冤鬼，怎么短命的矿中又来查看？莫非我楼啊鼠的案情要犯了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做此事一没人看见，二没人知道，既无赃证又无人证，我怕他何来？我呀还是混在街坊之中假充好人。哎呀慢着，人人到那矿中是包公在世，厉害无比，倘若被他识破，露出了马脚，到那个时候想逃啊，哎呀可就来不及了。
36招走为上策，我不免去到乡下躲个10天半月的再回来不迟。对，就这个主意，拔腿就走。是苦，官场最怕遇苦人。你方参见二位太爷。起来。是。你方油葫芦只在哪里？就在前面。带路。是。要封锁是贵县请大人请同进是方六，油葫芦死在哪里？死在这里。凶器放在哪里？放在这里。其实便是埋葬的。死后3天，凶器呢？已被馒头带线日苦了。贵县大人，你可亲自前来查验？真赃实犯，是哪货？又何必多此一举？不是凶手的血迹呀，这血迹与凶手密切相关，大人要仔细地查看。是要仔细查看。在哪里？就在里面。是。嘿嘿，明明暗且是真，定是幻有冤才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偏要前来查询，错把凶手当良民。嘿嘿，可笑他荒唐愚蠢。啊，大人，曾见得里面
跪谢你呢。是可以。哦，哪里可以？因何可以？若我可以支持大人，又何必亲自前来查看呢？哦，如此说来，我是多事了。大人是哪里话来？大人是为民请命呐。跪谢你呢。卑职才疏学浅，审理此案虽然是凭赃取证，一理而断。即使大人实有差错，想必大人另有只恐我徒劳枉叹。不然不然，大人胸有成竹，怎说是徒劳枉叹？哈哈哈哈！大人。这里还有一问啊，大人，难道是这一耳闻铜钱里面还有什么道理在内吗？在寻啊，大人，这里还有万贯之多。哦，这万贯之多好不奇怪呀。大人，有火龙脉若为也，我将铜钱散落地上，也是这何足为怪呀？一方有，唤邻居们。是。这左邻右舍俱是此案的见证。本县审理此案之时，他们一个个心悦诚服，问也如此，不问也如此。随我来。见过二位太爷。参见二位太爷。起来。幽葫芦平日家境如何？幽葫芦田野多时，全靠结党度日，家务各速之量。哦，这样的贫困，哪里有许多铜钱散落呢？啊，大人，幽葫芦就最糊涂，定是在他停业之前遗忘在此的。啊，三五铜钱何可遗忘？万贯之多焉能遗忘啊？以大人之见，这铜钱是哪里来的呢？是啊，是哪里来的呢？依我看来，就是这十五贯里面的。怎么还掉下半贯之多呢？相识责任杀人之后，手忙脚乱，将钱散落了。只是凶手身上带的真真是十五贯钱，分文也不少啊。莫非那日捉到的凶手不是真的吗？只恐那凶有难、只恐那凶有难，他不知道窗后有钱，若是知道嘛，也就一起带去了。来，又将钱拾起存案。是，大人，这有一个小木盒。哦，带我看来。啊，是筛子。为何这样沉重呢？像是灌了铅的。
我管千里。啊，大人，本县民风骄奔，赌风极深，这筛子们家常忽悠，这何足为奇？管千里筛子乃是多官贫人之物，未必家家全有。又何如积爱持久，定好赌钱，这筛子们一定是他的了。又何如苏长可好赌钱？又何如只好持久，从不赌钱？定是他亲友遗忘在此的。他的亲友可有好赌之人？他的亲友我们都相识，并无一个好赌之人。列位暂退。是。敌方有，这邻居之内可有好赌之人？并无好赌之人。除此之外呢？有，倒是有一个。他叫什么？娄阿叔。哦，娄阿叔，他住在哪里？也是油葫芦的近邻。近邻，方才这邻居之内可有娄阿叔？并无娄阿叔。哦，无我有。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自从这个短命的矿中来到无锡，害得我神魂不定，是坐卧不宁。十多天来躲在乡下，实在是气闷难当。哎，前面东庙的老道与我相识，他时常进城购买香烛药类，我不免跟他打听打听城里的消息，顺便呢，我再求个签，问问吉凶祸福。乡下躲藏器闷难当，况中四处是把我查访，我正好跟他捉迷藏，他在城里，是我就下乡，他道高一尺，我摸高一丈，水来土屯，是兵来将挡，抓不住真凶，他没法交账，这就叫
我周瑜三气他诸葛亮。不错，就是他。你且将他看住，待我禀告太爷。哦，是是是。这个老道啊，又进城购买香烛去了。哎，我先求个签，等他。哎呀，东岳大帝呀，要是没事儿，就赏我个上上签吧。啊，老兄，测过字吧。我在这儿求签测字啊，用不着啊，老兄啊。求签不日测字的好啊。哦，求签不如测字的好。哎，你若有什么为难之事，想逢凶化吉，越难成想，招人得与谋事能成啊，督签能引测国字，便知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哦，测字有这么些个好处。哎，你若有什么心事，不妨随手写个字，我就能判断吉凶。测不成啊？怎么？嘿，我呀是一个字儿不认的，一个字儿不会写，测不成啊。哦，你随口说一个也好啊。哦，怎么着，随口说一个也成啊？说一个也好。哎，小弟贱名叫楼啊鼠，这个老鼠的鼠字儿，你可测得出？测得出，测得测得出啊！好，搬个凳儿，咱们坐下来测。好。这女子端阳，盼你真相，但愿得金。论过断肠。先生，请坐。有劳了。有劳了。啊，老兄，你就测这个数字啊？哎，我就测这个数字儿。想问什么事呢？什么事情？我想问官司。哦，官司。小点声，小点声，我听得见呢。我与你看看。哎哎哎，听了。哎，听着呢。书乃一十四花。哦，一十四花。树木成双，成双属于阴爻。哎哎，这树又属于阴论，阴中之阴乃幽会之象，若战官司吗？其次不得明白呀。明白，听说还没明白呢。啊，老兄啊，你测的这个字是你自测的，还是带旁人测的呢？先生，这个字儿啊，
我是代策，代替旁人策的。哦，代策。代策。以字上来看，只恐不是代策，倒是为祸之首呢。怎么讲啊？你想，叔乃十二生肖之首，岂不是造祸之端？以字里判断呐、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，才造成这场祸事。老兄，可是么？你得了吧，先生，您这个测字先生江湖上走走，哎，这两个也是赌场里混混的，大家是自个儿人呐、哦、江湖话少说、江湖话少说、什么江话，连个东西都测得出来的、我不信、老兄，我不信，老兄坐下相话，我不信的，坐下坐下、老兄啊，有个道理在内呀。有什么道理呀、这老鼠善于偷窃，所以才有这样的断法。哎，对呀，这个老鼠啊，最喜欢就是偷东摸西的，所以有这样的断法。可是吗？有道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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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道理。还有一事呢，还有怎么一说呀？这北道之家可是姓有啊？老兄，哎呦，先生，让你不要用江湖话，怎么江湖话又来了？是什么？连姓都测得出来呀？老兄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坐下，坐下，我不信。老兄，坐下，坐下。又有个道理在内呀！有什么道理呀、这老鼠不是最喜偷油吗？哎，对呀，这个老鼠啊，最喜欢就是偷油的。哎，常言，老鼠偷油。偷油老鼠，老鼠偷油，偷油老鼠。先生，您甭管他偷油也罢，偷盐也好，您帮我看看，日后可有是非口舌连累的着啊？这连累嘛、哎呀，母亲就要败露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讲啊？你想，眼下。朕叫吴越，这子午相冲，若战官司嘛，因此就要明白了。哎呀，这明白是明白不得的呀！老兄啊，你要对我言明，究竟这字是你自测的，还是带旁人测的？你若是得清，喏，我就只得明。先生，您请坐，请坐。他那里呀、这里呀、哎，先生，我是代策。老兄，四海之内皆是朋友，你有什么心事不放对我言明，何可与你分忧解愁？当真？先生，实不相瞒，这个字儿是我自己测，自测、自测。小点声，我听不得见。小点声。若是自测，本身就不落空了啊。
什么空啊？你看啊，空字头加个书字，岂不是个串子啊？哎呦，什么串呢？逃窜之窜、啊哦、是逃窜之窜。哎，先生，您看我可窜得出去呀、啊？若窜嘛、啊，就窜得出啊。窜、哦、得出。只是这个老叔生性多疑，若是疑神疑鬼，弄得不上不下，进退两难，到那时就走不掉了。哦，哎呀，先生，我这一向啊就是疑神疑鬼的嘛、哦。先生，您可真是神术啊！啊我楼啊叔真是佩服的你啊，非非凡凡的呢。老兄，哎，先生，您再帮我看看，我什么时候走才好呢？要走今晚就走，若得明天你就走不掉了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啊，这梳子头乃是个九字，这九字乃是两个半日，乃一日之意。若得明天就是两日，到那时你就走不掉了。哦，明儿个就走不成了。哎，哎呀，先生，您瞧瞧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您让我怎么走啊？哎，书乃昼伏夜行之物，夜晚行走是最妙无比呀。哎，对呀，这个老鼠啊，最喜欢的就是晚上出来的。是啊，哎，先生。您再帮我看看，我走哪个方向好呢？好，我与你看看。哎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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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数数巡巡数东南，往东南方去得好啊！哦，往东南方。东南方先生，您再帮我算算，我是走水路太平啊，还是走陆路无事呢？好。我再与你看看、哎、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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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叔子子叔叔走水路的好啊。哦，东南方水路，这儿是无锡，过去是望亭关上苏州嘉兴杭州。老兄，杭州是个好地方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杭州可是个好地方啊。对呀。哎呀，可惜没有一条便船，不然我不痛跳下去啊、马上一开，那该多好啊。老兄啊，被人倒有只便船，今晚正要开船去往杭州一带干那庙会的生意、哦哎哎哎、只是嘛，哎呀，我多给船钱不就得了吗、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，够朋友。只是我那船又小又慢，老兄若不嫌弃，就请一路同行。哦，我乘您的船跟您一块儿走啊。如何啊？啊，先生，你不是册子先生 啊？你是我楼啊叔的救命活菩萨到了。活菩萨，我这条命可就交给了你了。保你平安无事哦。玉儿漏网是桃日，还阳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先生啊，您的船停哪儿了？老兄，你来看啊，就在那旁，好像那只小船，就是那只。成成成，先生，您呐，在这儿等我会儿，我回去拿点东西，是一会儿就来。好，你要快着，您放心，我去去就来。你要快着，速速赶上前去。遵命。来。又命你带领仁义去往楼阿叔家中查抄，若有可疑之物一并带回苏州。快去快去。遵命。
二位二位，您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苏州。啊，哎，我是无锡人，带我去苏州可干什么呢？邝大人，请你叙话。哎呦，邝大人是包公在世啊，八成他拉错人了吧？走啊，哎哎哎，他拉错人了。走，哎哎，走。哎奉命去查抄，顺风归来早，带来真赃证，后堂把令交。昨日去往娄娃叔家中查抄，在他床下地窖之内搜出许多骗人的毒具，内中并有钱袋一个。据秦老伯言讲，这钱袋乃是油葫芦之物，是秦老伯自愿上堂作证，待我禀告太爷。好为凭，记得上年曾收了一个小洞，是我用线缝布织成一朵梅花模样，爷爷请看。将他带了下去。启太爷，中军到。有请。有请。太爷请留。到此何事？太爷来到无锡勘察案情，今日限期已满，为何不见回报？我家都爷言道，油葫芦被杀一案，人赃并获，已然三审定案。不听，太爷不遵上命，延误了产期，分明是依仗圣上遗失，包庇
三秋，如今我家东爷有命，命你即刻觐见，若查明确有冤情，将功折罪；若未查明，交上印信，听候提审。请稍待，看座。来，有带了瓦书，带了瓦书。给老爷叩头。老瓦书，有你做的好事啊！小人没做什么坏事啊。杀死油葫芦，盗取十五贯铜钱，你还不招来？老爷，小人我冤枉啊！叫他看来。是。老瓦叔，这骰子可是你的？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。这钱袋可是你的？这钱袋也不是我的。这是你的交之物，还敢交来？老爷，他是小人的东西，有何记号为凭？哎呦，钱袋嘛，有什么记号啊？来，有带秦古心，带秦古心来了。参见大人，只有一物，你可认得？这是油葫芦之物啊。老瓦叔为何盗他所有？老瓦叔，你不要胡说乱道！回禀大人，只因去年油葫芦吃醉了酒，将钱袋烧了一个小洞，他的女儿苏旭娟在上面织不了一朵梅花。我与他乃是常年的街坊，见他常常使用此物，故而得知。老瓦叔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不招来？哎呦，老爷，我实实的冤枉啊！还是冤枉，我来问你，你可认得东岳庙册子的先生？抬起头来！啊，怎么是他？哎呀，还不招来！小人愿招就是。讲。那日夜静精深，输的是身无分文。他油家肉铺未关门，未赊肉我迈步闯进，苏旭娟不在房中，油葫芦睡梦沉沉，只为谋财起杀心，油葫芦在府下归阴，熊有栏杆来送命，我正好嫁祸于人，县太爷全凭赃证，把他们判成了死刑，况大人翻案重审，吓得我到乡下藏身，东岳庙拜佛求神，遇见这位算命先生，算得我是又灵又准，因此我说出了真情。望老爷饶我的命，从今后不赌钱，那不害人，早烧香晚点灯，每日吃斋念经文，我做一个真善人。可有同谋之人？并无同谋之人。叫他化工。是。化工。与他带了刑具。好。秦古心坐镇可嘉。暂且回去。谢大人，大人真乃英明果断呐！阿太爷，真凶依然化供，就该随小官面见都爷。
请稍待。来，有带熊游览苏徐卷，带熊游览苏徐卷。参见太爷，与堂二人去调行军。楼瓦书依然画供招人，你二人的冤情平反了。来，有与熊游览十五关同行，与苏徐卷十两纹银，你们去吧。且慢，未曾禀明都爷，怎好擅自出访？哪知一名真凶手放走两名假凶手，怕他回来，你们回家去吧。多谢太爷救命之恩。这样的知府真真少见。少见多怪呀。太爷平反冤情，你的功劳不小，此番面见都爷定然是升官进爵。是什么加官受爵，我包庇此丘罪名甚大，若能保住我这顶乌纱，就算万幸了。我们一同回宝都堂。听，